像这种青菜给大家吃，大家敢吃吗？这蜈蚣菜的，绝对是好吃好料。我这个公公完全是闲不住的，腿都痛的都蹲不下去了，还要来这边杵两下。老爸，你就不能停吗？还是说你要干啥？你叫你这个儿子做行不行？闲不住。他闲不住，你知道吗？我说两个儿子养得这么高这么大了，你也懂得使唤了。他就是不懂得去使唤他们，就一个人默默的做。我都叫他不要做了，别弄了，那我来，你媳妇我也行的，我来，我弄给你看啊。哦，这不就是松松土吗？是不是这样子？哎，就是松一下土而已。你们那边厦门的风有没有那么凉爽？我厦门的风很大，还黏黏的那一种，你知道吗？黏黏的哦。对啊，海风它就是黏黏的。叫你不要干就不要干了，你不要一天到晚的闲不住，坐在那里坐得好好的，你非要起来弄那两下干嘛？早就该让这家伙动手了，对不对？我这叫专业。对，你专业，我不专业。用我大哥的话说，你们干活都是专业的。我们呢，明天准备包包子，显恒过来这里了，怎么可以不尝试一下吃我们这里的包子呢？现在跟我婆婆提前把那个葱拔出来，放着洗洗，放着晾干，好吗？嗯。这一块的葱不要了是吧？嗯、就拔这里是吧、嗯？这两个人呢，搬这两个石条，准备放到这个位置，因为这里我公公喜欢坐，然后有时候下雨啊，或者淋菜啊什么的。就是难免会湿，湿了就粘脚嘛，脏嘛，搞定。OK， 以后你走往这边走就好走多了啊。叔叔每天都是这样子。对对对对，还缺个手机，就是这个姿势还缺个手机。明天包什么蟹的？就一个葱，还要啥？有那个。有什么？洋槐花。洋槐花做包子，洋槐花不是做包子吃的。啊？洋槐花人跟我说做啥吃的？我不知道啊，没吃。咱们家不以前那不是蒸着吃的吗？是啊。对呀、啊，用蒸着吃啊。我弄的我都没吃，我跟那放着的，那会儿不吃弄的、哦。我没有吃过，我没有见过，我不知道怎么吃啊。主要是你要是我弄过了，我吃过了，我就吃。槐花，对你吃过吗？我听说过，听说过没有吃过是吗？试看看嘛哈，那个槐花煎蛋你总会吧？明天搞一点，对，尝试一下，来都来了，对不对？就各种尝试，那明天你再去搞几个青色的那个西红柿，啊，啥东西都试着吃一下。没吃过那个青的西红柿。对啊，那你可以。西红柿不好吃。不好吃啊。你要试试吧，反正有的人做的好吃，有人做的不好吃，是不是？你看俺爸就喜欢坐在那边，这里看看，那里看看，这个一弄葱啊，这个指甲都要黑掉黄掉。哎呀，明天要吃什么馅的呢？赶紧大家评论区打起来啊、哦！因为我今天我不做，视频一哥的话就在明天早上，明天早上我去买肉，我就可以看到你们的留言了。所以你们要赶紧评论起来，看有啥那种馅啊，怎么做好吃啊，赶紧给我介绍一下啊。这什么表情？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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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我看一下。一回到家里面，我婆婆就会帮我熬中药。哇！实在是太难喝了，喝的头都晕。突然呢，发现这里有自己长出来的青菜，这种青菜一般都是菜籽掉到边上沟里面去了。老妈，咱们那个挖菜的那个拿给我，把这几个菜挖了，看能不能吃，晚上炒了吃。白菜啊，对啊，这怎么不是这会割、啊？嗯，小心啊那个。这怎么让它长上来？这怎么会刺？这中间还可以吃嘛？都是虫子啃过了。那这么多虫洞才知道说，这种才是真正的没有打药的。
哎呀，绿色芹菜，笑死我了。那这里等一下扒拉去给鸡吃。小心啊，不要掉到沟里去了。嗯，没事，掉下去了我又爬上来。那里还有好几颗。这些菜会不会给鸡吃？鸡都嫌弃啊！你不知道，等一下丢给鸡看一下。好像叶子好的都找不到。有有有，里面这个心还好一点。像这种青菜给大家吃，大家敢吃吗？还是老样子，评论区见。我今天不吃，我就泡在那里。大家都说可以吃，我才吃。大哥，这个碗这一盘晚上吃，我给你吃了。这个我跟你讲哈，蜈蚣害的。真的是蜈蚣害的，看得出来哈，家人们哈，你看，这都是打的，这蜈蚣害的，绝对是好吃好料，在阿青的操作下，绝对是非常棒的。那晚上可以炒给你吃哈。对，这个肯定很好吃，蜈蚣害的，这个一看就蜈蚣害，但是千疮百孔。对，这种我们也在我们这边哈，没人吃，没人吃的，因为它这个全咬掉了。但是，外面都是这确实好料啊，好料。好料。嗯，广东话是闽南话，好料。喝了。对，好料。喝了。喝了。嗯。泡看看，我去泡下水。我们两个一出门，我这女儿啊，只要一到放学，电话这个打那个打的。阿青啊，我洗的时候这里面还有一个宝贝。你晚上你就给他当宠物，跟你一起睡觉，跟你一起玩，你看多可爱，好喜欢你啊。这个好料，这个好料，你拿着好吃的。啊，好料的东西正常我都不吃，我一般都是让给大家吃，是吧？这个正常我跟大家说哈，你像煮的再好吃，我都是让给大哥他们吃的，真的，这要讲真心话。所以说这只蜗牛呢，今天就让给你了，你需要怎么煮，我就给你煮了吧。啊，要不然你给他养的跟你乌龟在一起，他两个人谁活得久？我把放在乌龟里面去。你听说大哥刚给乌龟洗完澡啊，那个整个贝壳几刷刷刷完了都。对，中午把它洗一下，因为那个乌龟我养了好多年了。养了好多年还是这么大。乌龟长得比那能大一点。是，你这个水也不要那么小气啊，多泡一点点，真的是，这到底能不能吃哦？我好怀疑。这个。别再怀疑了，先反正能不能吃，我总给大哥吃。你看这里又有一只。有小虫，毛毛虫，这个是。你看小虫。有毛毛虫。这给毛蛋吃。你什么好吃的你自己吃，不好吃的都留给我吃。这大哥当了，真的是。开玩笑的，那我都扔掉了，我给你吃了那个。去泡一下水，泡热水，这真的是无公害的这种东西。